Hello， 大家好，终于回复正常啦。系啦，好，咁我哋又见到好靓嘅维港景。系啦，我终于唔使见到绿幕啊，好讨厌啊。好，咁我哋继续我哋嘅节目啦，吓开始睇真啲啦，吓再睇真啲只六六九九先 ，mark 价 mark 到2000啦。2000蚊，黐线！我就又系 cap 低佢，唔该 IG 啊。好癫啊！本身讲紧佢个上市价173蚊啊，吓咁啊，而家就 mark 价咧 mark 到6到2000蚊，转个头会唔会哇2500啦？系啦，假噶嘛？转个头就会冇晒噶啦，冇咯。我好似冇见过一只，除咗只 spider 金之外，系冇过见过四位数嘅。系啊，唔系有只包踢，包踢咯，系啦系啦，1500上市嘛。但系都冇见过2000蚊啦，2700添啦。系啊系啊。是很夸张啊。好夸张啊。昨天都跟大家讲了，暗盘买呢有钱赚的这些。我就估 20%。是。是啦，现在就不知道。暗盘买今早就走。是啦，现在是。再多 20%。唉，真系边个有啊？喺度话俾我哋听啦，我哋恭喜你啊！系咯，边个有啊？即系或者请我哋晏昼食蛋挞啦，都好。系边个有暗盘买咧？咁啊，讲声啦。咁啊，当然 Mark 阿姨唔错得准嘅，一阵间9:20就再睇一睇个价啦，大家。咁啊，我哋翻翻去啱啱讲完啊9988啊之后咧，系我哋都讲紧啲消费券嘅问题啦，又系。系啊，哇！即系咧，其实咧，见近期咧嗰啲消费股咧，嗱，今日就莎莎会公布业绩嘅，系啦。咁啊，寻日咧就有支避雷针仔，不过仍然阳烛收嘅。呢期即系喺2蚊啊，同埋2.1呢啲水平咧，反复其实就好窄噶啦。讲真，系过七咁样升咗上嚟嘅时间。咁啊，另外就仲有只。消費啊，就590啦，六福啦，係啦，哇！尋日好大棍啦，咁啊，仲有1929啦，周大福，哇！繼續上啊嚇，咁啊，而家 mark 價咧就16.3嘅，係啦，咁其實見到即係預咗暑假嚟啦，今年暑假真係好慘啊，啲小朋友冇得去旅行啦，係啦，咁即係同舊年一樣啦，咁變咗咧。好多家長咧都準備咗好多嘅節目，等佢哋咧即係八隻屋橋排曬成個暑假，係啦。咁啊，同埋咧就應該係不停咁樣要購物噶啦。因為又有即係暑假嘅時間，消費券又會出爐啦。咁所以令到呢一啲嘅消費類嘅股份咧，近期咧都有一個嘅爆上嘅趨勢啦。咁不過我覺得開始要小心咯。你知啦，都係提早反應噶嘛。係，其實我因為我都有做啲小朋友生意，係咪？我做嗰啲興趣班。嚇係咩？我真係唔知喎。你做咗咁多樣嘢嘅，專俾啲興趣班學校嘅。上年就冇生意，成年都冇。係啊係啊，因為所有學校即係住校嗰啲，住校嗰啲係啊。OK OK OK。跳舞啊、IT 啊、training 好多都有。好好嘅喎，其實我知道，因為咧每間嗰啲學校咧，佢哋都有一嚿錢咧，專係要做啲係啦，最好有係啦分定啦嗰啲，最好做。做有 STEM 概念嗰啲咧，就 IT 嘢就最好啊！係啊，我因為本身我有間 IT solution 嘅嘛，喺科研，咁啊，科研你知好多公司都係唔賺錢啊，我要將佢啲 tech 咧就變做 STEM， 因為唔賺錢，咁啊同佢講，我幫你 promote 啦，咁你將你唔賺錢嗰個 tech 俾我，我就將佢變做一個產品俾學校，咁啊等佢哋 camp funding。再幫佢教咁樣咯，所以冇本身嚟醫生。哇，非常好喎！即係你因為本身已經啲嘢現有喺度，現有嘅，同埋唔賺錢噶嘛，佢係冇用嘛。但係家長真係好捨得使錢啊！即係有呢啲咁樣 STEM 嘅概念，覺得有趣啦，同埋即係令到佢嘅小朋友咧唔好無所事事啊嘛。係啊，最緊要培養下興趣。但係當然我而家唔係 sell 緊個生意，我講緊就係個市道係唔同咗。上年係完全死曬呢行，因為仲未知發生咩事。係啊，喂，你唔好話小朋友啊，即係小學啊、中學。連去到補習社啊，你叫咩真理啊？年代嗰啲執得就執噶啦，已經。以前係個個都係補習天王嚟嘛，你邊個見到補習天王啊？而家係啊，陰公啊，因為根本就開放唔到個地方俾大家上堂。Zoom 嘅話又好似爭啲啊，爭啲咁。而家就好咗好多啦，今年係好咗好多氣氛。咁啊，睇下嚟緊會唔會？真係逐步回復翻正常少少啦，但係而家香港變咗福地，係輻射嘅輻，係啊，咁又真係唔知道會唔會有其他影響啦，係啊，即係唔知啦，唉，仲未知喎，好似冇乜。
冇乜風聲咁樣嘅。係，而家啊，好似 keep 住 update 咁樣嘅，又係 mon 住香港嘅輻射指數嘛。係，好驚啊！咁我就不過算啦，開心即係開心又係過一日，唔開心又過一日，不如我哋開心啲啦，係啦，福地，啊咁啊，最緊要自己即係知足常樂啦嚇，咁啊同埋即係如果係玩股票嘅，咁都係要玩住開心啦，開心咁贏錢啊，好似隻時代天使咁就好啦，係啦，係啦，真係好誇張喎，好誇張，你再睇先。係啊，點都要望望，唉，理性翻些少啦嚇。咁啊，381.8嘅，咁啊，尋日暗盤就368嘅嚇。如果真係睇係咯，琴晚暗盤應該輝立嗰、那個係啦，輝立嗰個就368收嘅。咁啊，而家381.8啦嚇，冷靜翻啊，亂咁 mark 嘅啫，我相信頭先嗰個都係、啊、都亂咁 mark 啫。好，另外咧就8083有賺喎，哇！這個真係要問一下阿 Leo 你啦。推遲私有化後轉主板嘅計劃喎。係，其實依件事琴日出咗消息啦。咁最主要係咩咧？因為佢依、這個轉主板或者私有化依個動作咧係有前提嘅。係。咁未解決，即係其實佢最主要係咩咧？佢依個私有化係要有賺科技上市。是的，但有賺科技未上得市，是的，所以就沒辦法，就要騰了，因為你的選項 A 完成不到的話，其實選項 B 又沒有一就沒有二了，是的，要等它上到市之後才可以繼續做，嗯，沒辦法的，在這種情況之下只有等而已，嗯，當然股價就不等的，就直接落咗落嚟啦。咁、去到而家依啲位咧，一個半左右啦，牛咗喺度。咁都要即係等到佢上市之後，我諗即係8083先會進行私有化呢 part 啦。嗯，一定要等佢完成到 A 先可以。咁當然如果你講緊有賺科技嘅話，那個 size 都唔細嘅。咁我覺得。當然，佢行得上市或者揾得sponsor IBank 去做咧，唔會係亂咁嚟嘅。咁只不過係有啲 technical 嘅問題要解決咗。咁exchange 就自然會俾佢過，時間問題咯，我相信。係 OK， 係咯，咁就冇辦法啦。咁可能都要咁樣hea 住一陣先啦嚇，過半呢啲水平咁樣，睇下有冇再有進一步嘅消息啦，可能先至會有一個炒作嘅主題咯，係啦。咁另外隻1877君實生物啦嚇，咁就配股嘅。咁就計劃咧，至少6名承配人啦，咁配售咧係3650萬股嘅新 H 股，相當於擴大後咧發行嘅 H 股17%，集資25億幾啊，咁咧就將會用喺咧藥物研發啦、管線擴充啦、拓展商業化團隊等等，同埋拼購嘅。好，咁啊睇下只1877君實先嚇，咁就。近期都是反覆啲噶啦，75至80蚊呢個水平行咗個 range 啦，係啦，咁啊就今朝早暫時都冇乜特別嘅太大嘅下跌或者上升，呆滯滯咁樣啦嚇。咁啊就成交方面咧，其實近期都係反反覆覆一啲，咁似乎呢期都要包踢，都係要收一收手噶啦嚇，停一停啊！咁啊，佢算係咁啦，即係都算係喺較高嘅位置度徘徊啦。係啊，不過就突破唔到啫咁。唯一好處就係公司咯，喺較高嘅位置pay 到25億翻嚟。係啦，算係咁啦，算係咁啦，公司係啊，超額完成噶啦。咁當然25億嘅話，其實都係中長線嘅投資者嚟嘅，唔會話。短線的炒作，公司都是真的需要錢去繼續營運，還有做多些 R&D 在這方面繼續做下去，短線就大家看了，是嗯 ，OK， 咁啊就其實包踢呢一期都比較少睇啲啦，係，我都叫佢話真係差唔多，大家要食下糊添噶啦嚇。好，今日另外仲有隻
610惠記集團啊，就宣布6月1日起以總代價5560萬咧喺市場裏面咧買入咗合共咧係557萬到股啦嚇嘅路徑10908嘅股份，咁啊佔路徑嘅股本咧大概0.74%嘅，咁啊收購價咧介乎9.2至10.6啊，平均價9.98。咁啊收購事項完成之後咧，集團持有嘅路徑股權咧係增加到44.34%喎。哇！610揸咁多10908，意欲何為咧嚇 ？Leo， 啱啱講係40几%。是啊，已經增加到40多了，那它本身已經是 holding 了，是啊，不斷再買，會不會搞一下搞一下直情吃完它變成大股東呢？其實現在都是大股東來的，現在都是的，其實它想要的話可以再出個 GO 的，是的，啊，但是我想它是繼續大股東增持，你咪睇住8.68咯，即係我諗玩嘅嘢都係差唔多。咁啊，如果睇翻10908咁啊路徑，你見到佢價又比較波幅比較大，同埋即係突然間又懟落嚟，突然間真係懟咗幾次㗎啦。咁我諗可能係哇，好驚喎，好多個裂口喎，係啊，好多個窿喎。你咁睇嘅話，其實真係未必係咁靚仔嘅。我諗佢可能即係股權比較鬆散啲啦。咁啊，石幾其實如果你會講都係大股東嚟講好多都係75%嘅，當然啦，相對講 cap 細啲啦，但係佢我諗佢都係慢慢收翻緊個，即係有得吸就吸多啲。個 cap 哇，其實如果喺即係叫做地產類嘅股份嚟睇咧，佢嘅 cap 真係幾細喎，得個74億嘅啫喎，起咁多樓依排，路徑都開始，即係都係算不算小型發展商、中型發展商啦？香港係啊，咁啊都多啲地盤，依排多咗好多噶啦，呢幾年係係啊。咁你講緊佢攞住嘅資產，我諗未必只係70几亿嘅事。哇！佢嗰個每股帳面淨值係28蚊到嘅，係啊。咁佢而家先10蚊，係啊 ，discount 咗好多下喎。咁啊，地產公司通常 discount 都多，越大咧就越 discount 得多嘅，越細咧反而個 discount 相對嚟講細啲。但係依只咁咧，係啦，就 discount 好多啦。係啦，呢只咁嘅 size 都咁高 discount， 即係講緊28蚊喎，佢個資產淨值。係㗎，係㗎。係咯，同埋個息都幾高喎，7厘几啊。係啊，7厘几市盈率4.4倍，係咯，比我係佢我都繼續係咯，我真係寧願即係揸多，即係可以收下息都幾好啊！即係我係惠記嘅話，係啊，你 compare 跳翻惠記，你睇下佢個市盈率都3倍，都唔係佢自己息就7厘几，係啊，其實都唔係咩嘅。系，佢帳面淨值都成12个几啊！係啊，睇翻其實都係 partnership 嚟嘅，一齊做好多 project 噶啦。互控啦，係啊，即係我拉埋入去，大家一齊做咯。係啊，係啊。OK， 好，咁啊就嗱，今日就有單咁嘅調，不過呢啲就唔係即係市場咧咁即係熱炒嘅股份嚟嘅，係啦。咁啊，另外仲有隻670啦，就東方航空啊，咁啊就5月份嘅客運力咧就按年上升咗93%喎，成一倍接近嚇。咁咧就旅客周轉量增加咗1.26倍啊嚇，咁啊客座率咧就係75.59%，咁啊都相當之高啦，一班機坐7.5成人，咁啊上升咗10.92%嘅。咁其實都好耐冇乜點樣睇啲航空股噶啦，航運股睇好多。航空股咧就麻麻地嘅，因為即係似乎覺得個疫情咧部分地方受控啦，咁啊大部分又有啲反覆啦嚇，尤其是南方地方，咁所以咧就內地咧航空股之前話復甦咗，其實個彈力又一般般嘅啫喎，我覺得係咯，咁我就比較少睇啲啦，你睇下即係舊年彈上嚟都冇乜啊，冇乜嘢好睇啊，其實冇乜力啊，一彈就即刻縮啦。冇乜嘢好睇我嘅，我就麻麻地航運股嘅。雖然條數靚仔嚇，咁但係 even 條數 OK， 咁可能都未去翻正常嗰個水平啦。咁見到暫時個股價嚇9.19分 mark 出嚟都冇乜冇上落啊，直頭係3.39啊，係啦。咁另外提提大家，有隻新股喎，越秀服務嚇6626。
咁就星期三即係今日啦，就開始招股噶啦，係啦，咁咧就咁大家對呢個越秀一二三就好熟悉啦，係啦，咁啊但係即係佢呢一隻嘅服物管公司，6626咧就係比較少即係係新嘢嚟噶啦，咁其實近期嗰啲嘅物管股咧就都係咧上上落落咁樣，輕資產冇乜特別啊。是啊，我就冇乜點樣睇物管嘅，即係當咧個市場冇嘢好炒嘅時候咧，啲物管咧因為揸住多 cash 啊嘛，咁啲人啊覺得誒穩穩陣陣啊咁樣就買咗先，咁啊嗰一期一期期啊就會炒起咗，尤其是咧我覺得係臨過年嗰啲時間咧，咁咧啲錢咧可能即係揾啲資金拍揾啲地方拍咧。咁啊就中意拍落去物管嘅，不過見近期暫時就唔係特別咯，係即係唔係話資金追捧咯？資金追捧係啲咩咧？體育用品股啊，哇，同埋呢一個即係航運股啊，1919啊，2343啊咁樣。所以我又覺得物管暫時唔係我杯茶啦，係啦，咁我唔知呢度係咪？咪炒得超級勁嗰陣時都講緊兩三年前嘅，即係炒高十倍咧。19年嘅年尾定年初，我唔記得咗啦。哇！真係黐線嘅嗰陣時候。但係到而家其實都係嗰句啦，咁啊內房炒唔起，係咁啊，因為三條紅線嘅問題，係啊係冇得。買嚟曬太陽啊！啲地即係冇得買嚟坐個升值，咁啊變咗就要時代地產呢啲咁嘅貨源輪轉式嘅運轉，即係收地即起即賣咁樣，不斷去起樓。但係之前都講啦，其實內地嘅房產飽和量咧都頂地啊，好多鬼城就係人都知啦。但係你講到去唔使講得遠啦，講。東省的二三線城市咧，啲樓都已經起得多過人啦。係，冇錯。喺供求問題其實失衡嘅時候，你見到其實內地嘅地產商嘅 profit 咧已經唔大啦，所以佢哋諗就係點樣去 leverage 已經 leverage 緊嘅地產事業咧，就係再整多啲殼出嚟。冇錯。咁啊，例如物管股啊依啲，咁又可以炒股票，又可以吸水。又可以買多啲生意隊大隻嘢，幾樣嘢去做。6666就係一個 example 啦。係。當然啦，佢繼續跌緊啦，低過招股價啦。恒大股仔唔多講啦，但係你見到普遍嚟講，其實物管喺市場受歡迎程度咧係低咗好多啦。Compared to 2-3年前，咁你講到過咗個批。熱炒之後，你講緊葉星地產啊，一啲比較細型啊 ，raise 一兩億嗰啲咧，個爆嘅即係當然越細爆嘅爆飛即係超額配售越高啦。但係去到一啲真係有 size 嘅講緊恒大集幾百億嘅，係真係冇人抽。咁到後屘就變咗好 corner 啦。當然大家睇個機會就係、咁 corner， 我哋會唔會因為咁樣有得炒咧 ？corner 係齊飛是一拍，炒不炒亦都是一拍，但起碼如果齊飛不是太會跌先，大家可以考慮一下依啲係咪你所諗嘅投資嘅機會啦。好，咁咧就1143配股，係啊，環亞國際醫療啊嚇，咁啊就折讓9% 配股，不過話佢好疏喎啲股，係啊，係咯。好疏喎！睇下先，只有9% 配股。咁discount 係9%。咁16.7%。咁依個要睇佢係咪先牛老新啊？應該睇先啊！依個就。新股啊！哦，新股，新股。咁啊，新股嘅話，你等兩個星期之後咧，就收到股票噶啦。係。咁啊，慘唔慘唔知啊，真係。呢兩個禮拜究竟點咧？咁啊。係啊，依個就係問題啦。就係問題。通常咧，先舊後新咧，炒起機會大啲嘅，即係我俾你 looking for 先舊後新，即係我接受到先舊後新，我都係即刻有機會就。係啊，萬一有咩唔對路，咪食咯咁樣。如果長期投資者咧？咁佢唔介意係
新股嘅，點解咧？我等得兩個星期，啊、我唔止等得兩個星期，我等得一年添啊！即係買嚟，我未必係即刻炒，買嚟坐嘅。係啊，咁當然啦，炒唔炒你都要睇下，誒、欸，可能係啊真係炒喎、啊，你就可能呢兩個星期都係升定先嘅。嗯，係啦、啊，咁啊就真係即係好似只誒我哋工啊260咁啊六毫零子 pace 攞到手貨都未對住升緊先。系啦、啊，都差唔多過咗兩個禮拜啦，都係啊，過咗兩個禮拜啊，所以去到依位其實你見到定定地，係啊，咁啊，大家睇下啦，當然啊，市值細啊，都即係啊 ，corner 多啲飛，咁都有一定嘅吸引力嘅，嗯，係啦、啊、，OK， 好，咁啊，個市開咗啦噃嚇，恆指。嗯跌緊咧係29點啊，嚇低開29點，28609點啊。咁啊，期指方面咧就係跌12點啦，報28494點。即係你問我呢近期嚇美股咁強勢，恆指都要咁樣，即係直情係唔靚仔啦。其實咁多人陰足，咁你可唔可以即係再好翻啲？我真係麻麻地嘅，講真係啦。咁恆生指數咁，我諗都係繼續要牛住先噶啦。咁你問我話短線可能都有機會，要唔要試28？嗰啲邊咧有機會啊！真係你睇下我只700幾恐怖啊，係咪？琴晚叫 ADR 都595，今朝咗香港啲 B mark 出嚟，而家597，我嗰只死咗啦，死咗，死咗啦，琴日死噶，而啱啱尋日嗰個低位就係592咯 ，high 度，係啦，就係啱啱好 high 度咯，所以死咗啦嗰只，係啊，唔緊要。再接再厉，再接再厉睇咯，冇嘅。咁但系你问我而家系咪即系喂咁啊反手诶嗱、啊、你嗰只牛喺640蚊买落嚟，咁啊、嗯、都穿咗600蚊咯。喂，你可能真系会再去翻之前个底嘅，之前个底讲564嘅，而家咁喺中间位有啲尴尬咯。同埋你又等紧联储局嗰个议息会议结果，系咪先？咁、那个个都系观望态度噶啦。系咁啊，近期 A 股嗰边又系冇乜特别运行噶啦。咁不如就炒股唔炒市啦，所以同啲市況咧、指數咧係即係關聯度高嘅咧，我都覺得係唔好搞，唔好搞住真係唔好搞住。你炒下特步幾開心係咪啊？我哋都要認下叻喎、哦。之前就話喂，即係要睺實啦，1368啦咁樣，即係買好唔買好要有啲誒部署啦咁啊。咁啊就尋日又上過去呢一個嘅11.5嘅高位啦，咁雖然就睇一褪翻落嚟，咁仍然係升嘅，都係裂口升咗20%啊，咁、嗯、啊今日咧再升多2% 嚇，開市嘅時間，咁、嗯、見到其實誒尋日好似都幾多北水買只誒、買只特步噶，係啊，跟啊高領啊嘛，係啊，跟高領啊嘛，咁所以去咯，睇先啊，係、咯，又破頂又升咁樣，咁變咗即係。大家體育用品股冇啊！你而家啲錢想穩穩陣陣啊嘛，好明顯，即係最唔受呢啲政治因素啊，呢一個嘅又有少少炒復甦嘅概念啊，咁我覺得係啲基金大户揸多咯，真係買完之後又唔放，咁你咪高領都買啦，係咯。系啊，高領借錢講錯咗。係啊係，即係佢係啦係啦係啦。咁佢都肯，即係高領都係好積極噶嘛，一定唔會死錯人噶啦。咁咁啊，滔博之前都係買咗6110係嘛？百麗跟住分拆只滔博出嚟。嗯嗯嗯。係啊，咁你淨係睇只滔博而家炒成點？你要知道高領係冇死錯人噶啦。嗯。咁啊，但係如果你話喂，會唔會吸咗只特步咧，咁啊未必會啦。嗯啊，因為點解咧？你講緊特步個持股，我當然唔知高領裏邊係應該冇持股啊，淨係做咗 CB 嘅。佢係做係啊係係啊，咁啊個佔股權太細啦，當然可以即係買嚟玩下。係一嚟開波，我整咗 CB 啦，聽日出咗首飛，後日就 GO 嚟都得嘅，但係就應該唔會咁玩嘅，反而之前其實有提過隻410咧，係咁啊，其實琴日就啊上個琴日停一排嘅 ，Soho 啊，係啊，係啊，有內幕消息喎，點啊？你又知唔知有咩內幕啊？我冇，其實上個星期五我都有喺個 TG Group 嗰度提一提啊，410係啊，我冇講啲咩嘅，其實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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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啊明啊。
正咁樣，咁啊，但係唔知有冇，應該冇人買嘅，因為個 hints 太過，即係俾我，屌條友搞咩啊？係，喂，但係升咗好多棍上嚟啦，升咗好多棍。嗱，佢自己嗱，真係個通告係咁寫啊，係要刊載有關內幕消息。咁係根據咩咧？收購及合併守則而要發呢個通告嘅，咁即係收購合併咯。我就覺得係，肯定係買下嘢或者俾人買，唔知啦嚇。咁所以。即係好明顯有春江鴨，啲鴨仔就入咗、入咗唔少啦，嚇有係啦，咁都 OK 嘅，都 OK 嘅。佢又傳咗私有化好耐啦，係咁啊，因為成日都講話，自己嘅價值好，即係長期比香港嘅股民估低啊，咁啊，內企得嗰二百億好收價，係咁啊，好唔開心。阿潘石屹啊嘛，咁啊日日喺度磨，咁啊就話，不如借少少錢，私有化咗佢啦，咁講咗好耐，唔好搞咁多嘢啦。係啦，而家就睇下啊，係咪依一樣嘢啦？如果係嘅話，大家有買就恭喜曬啦。咁個 cap 都增加咗好多噶啦，因為近期個股價咁向上，去到197億啊，差唔多接近200億啦。咁其實即係作為一間咁都好都有十幾廿年啦，呢間嘢我記得喺香港喺幾時上市㗎？佢未上市嗰時候，因為我係去過佢哋嗰個。股東會啊，上市啊，講2007年上市嘅，哇！你諗下，2007年到而家十幾年，即係都好似都仲係企喺呢一個位咁。嗰陣時上市價係幾多？8.3啊，陰公，係咯。咁啊，依家得翻個一半，係得個一半少啲啊，仲要真係唔開心。係啊，咁啊，唔係走。走係啊，借少少錢私有化去算啦，咁樣唔玩啊！哇，大佬每年仲要繼續俾嗰啲費用咁樣，要maintain個上市地位係咪先？我又唔係為咗只學，我講都唔講關學事啊！講緊喂，係幾百億資產，你俾200億我不如200億收咗你啦！一嚟我已經賺咗幾百億啦，即係唔使同你分啊！咁啊，699啦，咁啊最高去到411蚊啊！哇，好勁啊！同琴日比其實。扯高你走咧，都差唔多20%嘅就係。係啊係啊，411，跟住開始沽啦。嗯，係啦。咁如果未走嘅話啦，而家仲有錢賺嘅，我都建議你，安全啲，依啲位走咗去啦。係。係啦，只嘢完啦，應該。可以攞住啲分鐘圖嚟睇，係咪？啲分鐘圖。一扯第一分鐘已經扯高咗啦。係啊，扯高咗啦，去到410啦。幾分鐘啫？跟住就係啊。一分鐘之後就已經冇咗20蚊啦，係啦，咁啊而家暫時喺387呢啲位咯，係啊，嗱自己睇路啦，係咯，係啊，而家仲有錢賺嘅，如果你暗盤高位買，係，我唔係講緊低位，係啦，我哋講緊暗盤高位，係，琴日暗盤低位係幾多度啊？300一開升60%，大概幾多啊？阿澤記唔記得啊？300頭啊！哦，咁都 OK 啊！我諗都有好多聰明錢嘅。你通常都係咁玩嘅，即係你一定係一開，通常好嘢咧，一開就係最低嘅。係。咁啊，即係我講緊天使啊，或者快手依啲咁嘅玩法。暗盤一開應該係最靚價嘅。咁啊，搶上去之後咧，第二日一開咧，嗰價都係最靚價，就要。最暗盤最靚價買，跟住一開波最靚價沽啦。係係啦，咁你中間最緊要係要快手，快手係快手就真係快手啦。佢都講咗俾你聽，係啊，依玩法其實未同之前202啊，講緊1022啊，100啊，依啲咁嘅玩法出咗消息啦，你同佢鬥快啊，你做咩咩？係唔好留戀啊！係啊，有得食就食啊！系啊，好咁啊就1877头先讲过啦，系啦配股啦，咁啊配咗出嚟咧啲包踢股，都系麻麻地啦吓，咁啊就72.4嘅配股价系70.18噶，咁啊暂时仲系仍然企喺个配股价楼上嘅咁样，好哇即系穿咗寻日暗盘啦已经，时代天使6699。好咁啊，另外咧就各位早晨啦，系啦有啊。吳偉豪唔係袁偉豪嗰個啦，喺度啦嚇，早晨。咁啊有吳錦雄啦，係希眼高高高啊，睇先，
3309，寻日我见你哋好似同 Ryan 做节目啊，系啊，系咯，觉得系有喂妈有食唔食最大恶极啊嘛，标题系，系啊，喂 ，OK 喎，但系今日仍然冲上9蚊楼上，都系噶，继续去紧啊，继续去紧啊，有冇边一个仲留有一手啊？都系恭喜你啦！都恭喜你啦！都恭喜你啦！其實我覺得我哋係穩陣嘅，講真係啦，即係都係咁樣嘅市況下，真係有糊食咧，即係有翻咁上下利潤咧，其實係要嘅。咁但係你話啊，咁呢啲咪叫做即係錦上添花咯，多得一棍俾你。突然一棍啊！咁啊，睇下今日嘅走勢啦。咁通常一棍大棍之後咧，伴隨都 suppose 應該行都係行嘅。咁只不過睇下會唔會啦，因為累積嘅升幅由下面的平台區彈上來，其實說的是20-30% 的，你今天再拉高一點，其實兩天加起來已經升，即是跟三個交易日前比已經差不多升了 50%， 即其實都不是40-50% 都是不少的。那如果沒有力再上，那些人就會選擇回了，不如先吃了它先，看看會不會是這樣的情況。如果是這樣的情況，可能真的會一回咧就剩翻幾日噶啦，咁啊 ，Ida 琴日食啦，或者其實而家食都係一個好威嚟嘅，係啦，係 OK。有人話：哎呀，係知早知小注跟你哋買特報啦，望住佢升升升啊！咁冇嘅，我哋都唔能夠 confirm 佢係咁升，因為佢都真係跌咗幾棍落嚟嘅。咁啊，咁尋日裂口你高拎。即是买了那首都没人知道的，没人知道的嘛，你知道的话呢你认啊，我知道是啊，我不知道我会抹低他我不知道是啊，所以就有早知道就没有刻意的，是啦，这样那不是的，如果你觉得是还 OK 的，你继续现在小注都可以的，是啊，不过是要小心咯，真的。好，4604环啊，点睇啊？麻烦两位啊，陈才问嘅，系4604，咁啊，而家涨3.5啦，咁跌紧0.5%，333亿嘅，咁啊，好似之前都讲啦，药业股，尤其是四环呢啲咧，其实去到呢位咧，我自己选择真系未有货就真系未必会加嘅，咁啊，由于四环嘅良好嘅炒股的 history 啦，咁啊都即係有陣時真係要避一避嘅，尤其是去到啲高位嘅，即係你見到冇咩力，又成個板塊其實好似炒到盡盡地嘅，尤其是佢唔係包踢，佢真係賣藥嘅啫。咁你可想而知 ，compare to 炒係即係炒 B 仔炒包踢嗰班啊，其實藥股係另外一樣嘢嚟嘅，更新純粹係成個板塊更新。我自己就覺得呢啲位置就雖然個就是跟住個10天20天平均線上，但係我自己就稍微有少少戒心，係好多人都是2蚊左右買嘅，我知道。咁去到依位真係考慮一下捨食啦，咁啊，寧願轉其他啦，你都有一定的升幅累積翻嚟，港人都升咗70% 左右，係點解唔食咧？係啦，升又唔見到佢可以再升幾多啦，係啦，自己睇下啦。好，咁啊就見到咋呢一隻460咁啊，就都係嗰句啦，其實有一句就夠啦，你參考翻佢過往炒股嘅 history， 係啊，係啊，就知噶啦，真係好正嘅，好正。哇！但係頭先講1368特報，你話你跟少少冇買到啦，係即係早知跟少少住買啦。喂，你睇下3818啊，可能都跟得喎，即係中國動向啊，係。今天看到一早上起身有一個比較大的移動的成交，兩棍上了來，哇，其實我覺得這隻坐得挺舒服的，是啊，是不是 Kilio，啊，你覺得行不行？因為市值小，追回近謝霆鋒，是 是啊，謝霆鋒都升了這麼多，特步升了這麼多，3818這些市值小相對小的運動體育用品股的話，跟回一陣都即係抵到咯，係咯，都幾抵到喎。嗱，如果拉翻啲條線遠啲嚇，咁啊突破咗前頂啦，咁再褪翻前啲咧，講緊係舊年嚇九月初，同埋嗱佢再之前咧係一針上蓋過三嘅，而家個勢加上個有啲成交活躍翻啦，近期嘅成交係即係都多翻啲啦，因為成個體育用品板塊都真係受注目嘅，炒起咗上嚟嘅，可能呢一轉即係實實崩崩咁樣出咗一支洋燭，咁可能就
可以短線追一下喎。係啊，佢係啊，係啊，係啊。即係就算即係老實講，成個市成個板塊咁旺，係啊，你跛咗一隻腳啊！坐輪椅啊，你都碌碌去，都快過你。係啊，係啊 ，OK。落去緊斜坡咁，大家跑得舒服，你坐輪椅都快過人啦。係啊，咁啊，所以點解唔跟一跟咧？係啊，幾樣嘢睇到嘅，市盈率低，相對嚟講市盈細，有爆炸力，係咯，唔係爆炸力，爆發力，爆發力係。咁啊，追緊上去，你見到有勢，得唔得啊？你點解唔跟一跟啊？即係依樣嘢睇到咯。系啊，短期嗰啲位破曬啦，系啊，系咯，短期啲位破曬啊，都應該繼續行。有錢入，而係睇到真係有少少錢入，比平日都多啦。咁你而家講緊開市咗幾耐啊？開市咗十分鐘啫喎，嗰個成交都真係好活躍下喎，真係。係啊，係咯，咁你咪跟勢咯。你差唔多已經係而家講緊十分鐘，佢個成交已經係尋日嘅三分二咯。係啊，有錢買入去啊。係有錢買入去的，咁你都是看到突步咁跑，咁自然啲錢先開始懟落去啫。係，所以係咯，即係你喂你見到升咗咁多咯，咁不如旁落下益下其他，係咪先？好，咁就留意一下啦。咁咧即係中國動向今日係有啲移動嘅嚇，咁啊呢一個嘅體育用品板塊，另外即係寶斯龍都有啲喐下，不過得兩單成交啫喎，係咪？睇多次先。我咪32單睇錯咗，592啊，求三啊，係啊 ，turnover 咁啊，15億市值，咁啊之前供咗股啦，咁啊變咗啊李寧啊，係啊俾咗個控股權俾咗李寧，嗯，咁啊，啊，係咯，你睇下2331嚟緊又會唔會2331就落去，係咯，又係有啲咁樣嘅，喂，又楞啲體育用品事喎，真係啊！是啊，全部都是。其實點解高領嘅特步嚇，炒奧運、歐國杯、歐國杯，其實都冇關事，唔關事嘅。飲酒啊，應該飲不歪，係嘛？1664突然間全國中意咗運動，因為肺炎。真係，我諗純粹係因為炒內需咁。係啊，炒復甦啫。炒復甦，但係你見到嗰啲，哇！啲火鍋股真係跌到一六。哦，佢多个中国媒体攞到美洲杯直播权啊！哦 ，yeah， 系啊，其实好多都系，其实系好易攞噶。你睇，我唔识啊，完全有钱就系啊，有钱就得噶啦嘛。依家我睇欧国杯嘛，你见欧国杯，唔系法国对德国啊嘛，系啊，场边好似人话好好睇喎，死亡 final G 组咁啊，同埋葡萄牙咯，你问阿扎德嘅阿扎系标准嘅足球迷，我完全唔识啊。我就係今朝早喺度，全部都中國噶嘛，馬來集團啊嘛，都係嗰啲中資嘅廣告嚟噶。馬來集團嗰個 slogan 好正啊，相信的力量嘛，相信的力量，係啊，識背啊睇到，所以佢哋係 spend 好多依啲咁嘅錢啊喺相關嘅嘢。係啊，咁啊走向國際噶啦嘛，走向國際啊，最好就體育用品啦啊，遲早都。可能買起埋 Adidas 同埋 Nike 噶啦，有錢實賣，咪再去咯。係啊，呢個其實有錢佢又實賣，我覺得。咁啊，呢個其實某程度就好似日本啊，當年崛起嗰陣時係買起全世界噶嘛，係、嗯、連佢自己都買起咗自己，係啊，到後屘爆咗之後就跌翻落嚟啊。係係。咁睇下中國會唔會係比較 balance 到即係有錢嘅力量啊？我相信有錢，相信有錢有錢的力量。係。咁啊，睇下會唔 balance 到？如果唔係咧，其實都係對經濟都係一個，嗯、即係你 overprice 曬所有嘢，係再窿咯。係啊，日本嗰陣不斷窿錢去買嘢嘛，覺得啲嘢無限升值啊嘛，大蕭條啦。係啦，咁啊，睇下會唔會啊？但係講翻火股啊，9922啊，9922已經相對嚟講比較跌得少。係。咁啊，同啲怡海啊，或者6862啊，係啊，哇！6862落地獄啊，繼續係。唉，海底捞，咁啊真系唔好捞，去到海底啊，系都唔好捞，真系啦，系啦，海底都唔好捞佢上嚟啊，捞唔到，去到地心都唔好捞啊呢只，系啊，咁啊，搞住啊，之前就炒到市值系讲紧几千亿嘅，而家都2000亿左右啦，4000几5000亿，系，咁啊之后就不断咁沽落嚟啦，沽到无底深潭啦，嗯，只嘢都即系都俾佢玩到散晒嘅，咁啊大家睇住啦。系，好，咁啊就東京奧運啊，系啦，即系頭先我哋講緊體育用品嗰樣嘢，想問一下9922而家入唔入得啊？
9992。好，我哋搭埋呢個就 take 個，使唔使 take break 啊？我哋好啊好啊，係咪都要 take break 啊？好。泡泡馬特，唉，曾經一時熱炒嘅股份啊。係啦，咁睇下先，而家報緊63.5啊，咁啊跌緊1.6%，900億市值。咁啊，泡泡馬特嘅股仔都係啦，一開波其實幾年前諗住上嘅嗰陣時係股值咧，幾十億嘅啫。嗯。咁而家就當然唔係幾十億啦，過咗幾年之後。好誇張。係啦，好誇張啦。900億啊！有啲嘢咧，市值係估翻嚟嘅，真係估翻嚟嘅。依只係你講 IP 啊，自己有自己嘅公仔，自己有自己嘅IP 去做相關嘅figure 嘅IP 即係咩啊？佢嘅 IP 係專利，即係即係佢嘅形象係 OK 咁啊。即係佢自己出嗰啲公仔係屬於佢嘅，跟住攞嚟做其他產品，玩具啊、衫啊咁樣。去到煙嘅估值咧，就即係當然係超級估高咗啦。咁啊，股票或者真實市值都有市場去調控嘅，即係 which is 有一個市場價值嘅參考，或者可以咁講升得太多嘅股票咧，都係有地心吸力嘅，都係會翻翻去一個啱嘅位。咁啊，就咁睇就。未跌完啦，咁啊，如果你話而家想入啊，見到好似有個橫行區間喺度啦，依位叫做相對低，第一諗就係我自己會諗，依個係咪真實嘅價值咧？咁如果唔係話，就真係忍一忍手啦，係啦，咁冇嘅，依個完全係自己純粹你自己睇法嚟嘅，即係揾10間 I band 估同一隻股票。都有10個不同的 version 出到嚟，咁啊一樣啫。我自己覺得佢貴，我自己覺得佢好貴。即係換句嚟講，就算而家依個價都好貴。如果係咁嘅話，你又諗翻你自己啦。會唔會適合喺依啲咁嘅價？講緊市盈率玩玩具121倍，市值，個 PE 咁啊去。去投資間公司啦，講緊都900億市值。咁你見到其實過去嘅 turnover 係已經少咗好多。係啊，講緊都係2-3億一日，800幾-900億嘅市值嘅公司，真係自己諗下啦。OK， 好，咁我哋呢個時間咧就聽完泡泡馬特，轉個頭再同大家泡泡個股市。恒生指数现在最新是跌紧101点嘅 ，take a break， 转头翻嚟再见。咁点解方下爬嘅人就特别帮到夫咧？嗱，佢唔单止系方，佢呢个叫方圆嘅，老公有钱，咁可能系咪你以前男朋友冇钱，而家男朋友有钱啊？嗱，嫁得好咧就唔同嫁得好嘅 ，OK？ 你一路养佢，养到佢55岁仔，我养就真系搞唔掂。MTV 全新节目 Big Girl Talk 每个星期会同大家分享关于玄学、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话题，例如面相、风水、八字等等。每个星期我哋都会邀请不同的嘉宾一起上嚟倾下偈。每个星期二夜晚9点到10点钟，我哋 YouTube 同埋 Facebook 直播，约定大家啦！头痛了。
大家如果想知道更加多的财经资讯，或者想看我，记得 subscribe Up TV 啦。如果想知道多啲财经资讯，咁请 subscribe 我哋嘅 Up TV 啦。大家如果想知道多啲财经资讯，记得 subscribe Up TV 啦。男女主角赵倩恒、邓月平，其余演员张建升、张松之、沈佳琪、庄俊、郭奕森、沙律、程美段、Rosemar 娜美，同埋我哋 Up TV 主持 Ashla， 以及一班年轻性感嘅 KOL 等等，呢日喺兰桂坊一齐出席新戏 Part Time Girlfriend 出租女友嘅开镜仪式啊！人多势众，一齐听下佢哋同我哋 Up TV 嘅分享啦！大家好啊，我是比比啊，想不想多啲见到我呢？想嘅话咧，记住 subscribe Up TV。大家好，如果想听多啲财经故仔或者睇多啲靓女听我嘅分析嘅话咧 ，subscribe Up TV 啦。如果想睇更加多财经嘅资讯，大家记得留意多啲 Up TV 啦。咦 ，Joey， 四点钟唔系收咗市嘅啦咩？你仲喺度睇啲咩？哎，我等了4:15暗盘啊，听日有只新股上市啊嘛。啊 ，Dark Market。暗盘啊，英文又点会叫做 Dark Market 啊？系叫 Grey Market，Grey 即系灰色咁解啦 ，Market 即系交易啫 ，Grey 即系介乎黑同白之间啊。咁即系咩啊？灰色地带咯。嗱，经过呢个香港交易所嘅就梗系合法啦，唔经过都未必唔系合法嘅，就叫 Grey。啊，即係兩者之間，咁啊，即係私底下咧喺上市之前一日進行嘅呢個交易，就可以叫做係 grey market 啦。但留意喎，一定要係主板上市嗰啲先得喎，創業板係唔得噶。啊！
Hello 大家。Hello， 好，各位早晨，咁啊，继续翻翻嚟开始睇真啲，下时间嚟到9:55啦。早晨啊 ，Leo， 咁我哋今日，咦个期指升翻少少喎，即系6699都升翻少少，系咩？系啊，而家去到四，差唔多420啦，啱啱消化咗对沽盘啊，怼翻落嚟啊，咁样啊，系啦，点解哇咁犀利嘅吓？因为太多人买唔到啦。即係今朝早可能見佢一回一回去翻尋日暗盤嗰啲位置又再買翻，嗯，即係覺得仲有一陣。但係大家睇翻快手都係，即係呢啲位置，當然啦，唔敢阻止你食喎。係係係係。當然就咁睇，仲有得升嘅，咁自己把握啦。咁去到呢啲位咧，都係風險錢嚟嘅。係係。咁啊，自己睇啦。嗯，同埋咧，我覺得睇翻咧快手，我記得嗰陣時候第一日咧係即上市之後嘅第一日咧，佢咪就係陰足落翻嚟噶嘛，係啊，我睇翻先，係講緊我呢一個應該係我自己望呢一個就係咁樣嗱，陰足大跌，跟住之後咧第二日咧再跌深啲，但係第三、第四日咧又扯翻少少上去嘅，咁好難講嘅，咁可能佢複製翻亦都唔出奇，但係佢亦都可以唔複製啊，因為個 size 唔同啊。相對嚟講，沽貨嘅人咁啊，1024講緊幾萬萬幾億嘅話，梗係肯定有人懟得快啲啦，同埋升咗倍幾兩倍。咁啊，6699咧，其實佢都係做緊同一樣嘢，只不過因為個盤勢啊，已經做完，嗯，即係你要五日做嘅嘢咧，一日已經做曬啦。系啊，所以有少少咁样嘅分别啊，大家要留意。咁当然真系有糊食，更加系恭喜你啦，恭喜晒啦，系啊系啊。总言之，你唔好冇糊食闹我。系啊，最紧要你有钱赚啊。系啊，最紧要有钱。因为汤费而家讲紧33亿啦，换手率系比佢集资多咗1.1几倍噶啦，已经。咁啊，大家睇下啦，要沽嘅沽到，睇下会唔会再扯高啲啦。系啦，总之暗盘你买就实有钱赚啦。系好，咁就头先我哋有讲嗰只388啦，中国动向啦，喂，咁啊而家越升越有喎，同埋咧讲紧个 turn 咧已经系升爆晒过琴日噶啦吓，嗰个 turnover 已经系超越寻日嘅全日嘅总数噶啦。而家就3000万，琴日咧就2000万啫，再对比翻之前咧，其实佢每日咧讲紧都系1000万左右，所以明显其实呢一段咧係有資金有錢湧入去嘅，湧入去嘅。咁啊，尤其是今日啦，講緊半個鐘已經3000万嘅話 ，compare to 佢嘅市值咧，其實真係唔少嘅。咁啊，亦都短期嘅位其實破曬噶啦。咁會唔會係因為特步炒起或者其他運動股啊相關板塊嘅炒起咧，令到佢跟住有資金入咧？我覺得機會都幾大嘅。咁啊喺咁跌市裏邊，佢都有唔錯嘅升幅啊！好似小張啱講，加入啦，大佬。係啊，我覺得應該入喎。嗱，呢啲係最容易追嘅短線嘅，即係炒股，最容易睇噶啦，好明顯噶啦。係啦，資金追破位，破翻前頂，前幾個頂。嗱，前幾個頂，如果係用足身去計咧，佢就破曬噶啦。你唔好同啲天線比啦，係啦，天線即係一閃即逝嘅啫，咁樣。咁成個板塊健康良好，隔離嗰只特步嚇，即係已經急，而家都5.5%啦，有黐線嘅18，又上翻去11.4%啦嚇，即係而家近期嘅高位位置。咁跟住之後仲有嗱高鈴又入啦，咁即係話其實係有啲大戶係睇好呢個板塊啦，係咪？係極度睇好啊！想講你睇李寧又破頂啦，233177.4啦，2020安踏啦又破頂啦，166.2啦，即係你冇理由又唔追佢咁細只，係啦，咁好容易夾上去啫嘛，錢又入去，咁呢個係食硬嘅喎，基本上我覺得係食硬嘅喎，咁係咯，咁點解唔追咧？點解唔追咧？真係可以追嘅，可以追嘅。頭先阿邊個啊？趙子龍啊，拆王係肥仔啦，我買咗3600。哦，咁冇啊，咁呢一隻好係繼續喺高位度擎住咗，等再 confirm 多一下突破咯，我覺得係。你又做牙科，人哋又做牙科，人哋升倍幾兩倍，咁啊，即係啲錢會揀同一個板塊揀，同一個板塊喎，哇，雪雪白咯，時代天使係真係太多人想抽唔到啊！哦，真係追啊，448咯，冇啊，跟住就飆噶啦，因為上面都冇。
係啊，咩沽盤啊，啱啱嗰嘢落嚟其實食曬，你個 size 太細啊，係啊，係啊，所以頭先呢位朋友話你3600咁樣，喂，咁都算係咁啦，你今日即大嘢上咯喎，咁你今日回都係回得嗰2%，仲企最高位就算係好好噶啦，嗯，係啊，我睇下應該真係。看翻啲分鐘圖先，449啊嚇，頭先係啦，低位就依度啦，都好犀利，好誇張，清咗啲沽盤咧就行啦。係，咁啊，冇乜沽盤啊，而家望落去，冇咩披醒沽啦，係啊，睇下幾吉，灰瘦嗰啲冇啦，全部都係咁擘開曬，係啊，咁兩樣嘢嘅，咁第一啊，第一要諗係咩咧？依只嘢有冇 cornerstone 嘅？嗯啊、之前講點解會複製1024咧，就係、是、exactly 我自己覺得就係都相熟人士圍曬啦。係咁啊，上到咩價估唔知。嗯，咁、嗯、但係大家見到一大湯回嘅話就，就係、是、時候走咯。嗯嗯嗯，咁而家見到係有冇特別大湯回嘅？暫時即係如果同分鐘圖去睇。反而咧就頭先9:49到啦，咁、嗯、就有大少少嘅turn咧係買咗嘅，所以咧見到有啲嘢有啲盤跟翻啦，搶咗上去咯，係啊，咁但係而家開始喺440橫行，我諗真係望住分鐘圖嚟炒啦，係、嗯、啊，一陣間大大個turn跟住陰足落咧就要跟住拜拜噶啦，係、嗯、啊，咁樣咯，係啦、啊，我都唔知好刺激啊，我覺得，係啊，睇佢即係。大型新股咧就係咁玩，真係幾正。同埋個市咧，而家都收窄翻個跌幅啦，醖、嗯、釀翻到升啊！咁啊，睇翻啲指數成分股先，睇邊一隻幫到手先。咁就係啦，安踏啦，而家暫時係即係藍籌升幅榜嘅第一位啦，接住就係只新洲啊嚇，2313。中海油啊嚇，883排第三位嘅，接住第四咧就係亞利健康。第五就是360嘅，咁啊至於其實咧跌嘅股份咧都佔咗即係一半以上噶，講真嚇，咁啊就到升啦個市，咁啊就信義光能啊968啊嗱都話唔得噶啦，係、嗯、啊真係我即係你升得個一日兩日咁樣，我就心諗算啦幾日咁樣又回翻啊，跌5%都幾多，多啊個市而家都算係即係。唔係有特別大方向，佢咁樣跌落嚟、嗯，其實啲光伏股係爭啲嘅咧，呢期即係雖然我見到啲有行都話，其實太陽能股可以睺下位買嘅，咁、嗯、但係嗱呢啲位唔吸引啦、嗯，即係如果你係中長線持有嘅，我又冇理由高位追啦，咁、嗯、起碼都落翻去10蚊嗰啲位啦，10蚊都係講緊即係一個月前嘅事啫嘛，係啊係啊，咁所以我就968萬。如果低位買就有50%，喂上破唔到位。第一個沽你就係嗰堆，係啊，咪就係嗰堆咯，係啊係啊，真係有一陣噶嘛、嗯。另外就比亞迪都調啦、嗯，今日嚇咁就冇啦，咁但係調好少啫，217.6嚇，咁尋日個頂就227，10蚊到咁嘅相差，咁啊健康嘅調整嚟嘅，你問我就係、是。反而即係175咧，就頭先跌幾多下喎？啊，中途又有一盤買翻喎、啊，可以俾啲 call put 大家望一望。好啊，好啊。係啊，即係因為見到其中就可以睇，因為見到即係1211回咧，有啲人都會咁啊，即刻牛翻佢啦，因為對佢個走勢都係睇法係正面噶嘛。嗯咁覺得之前跌咗咁多，咁啊就俾只51068啦，呢一隻比亞迪嘅牛仔嚟嘅，咁啊講緊收回價205.08先啦，咁啊依家現價做緊217嘅，咁啊供幹係相當之高噶啦，即係比亞迪嚟講呢啲係即係新嘅牛仔嚟嘅，係、新牛，咁啊供幹方面有9.4倍啦，收回價嚇205.08先，咁出年嘅2月尾先至到期嘅，咁、樣自己睇位啦嚇，因為個供幹高啦，個收回價都貼貼地嘅。嗯嚇咁啊，爭咧係12蚊嘅啫，咁啊自己留意啦。你知咁大隻個股份上落10蚊、8蚊啊，就好容易嘅啫。咁啊，另外咧就 call 嘅話，1211咧可以睇只21430啦。係啦，咁啊呢一隻 call 咧就行使價265.18啊嚇，咁啊個供幹方面咧有6.2倍到嘅，咁啊就近身嘅啦，好近嘅，好短嘅，咁啊就8月尾到到期100:1。
是嗯，是啦，自己留意翻行使噶265.18元，咁啊稍微價外少少嘅，系啦，咁就做咩？平保平保，我真系唔夠膽牛去住啦，貼牛平保真系好驚喎，永遠 put 得個長 put。哇！由呢期開始，由佢到100元嗰陣時候，就突然間哇，係咯，100元落到嚟呢80元啲20元咧，真係完美嘅跌落。牛去你咁嘅話，我真係俾個獎你啊！我諗中途其實有唔少人都牛過嘅，係嘛？清兵我啦。我都牛過嘅，有冇賺啊？都係依 part 啫，有賺，有賺，真係有賺。咁但係就之後又輸翻少少，即係和咯，冇乜點樣。咁好彩就好彩走咗咯，好彩冇繼續揸落去嘅牛咯。係啊，因為都驚，因為佢完全冇乜點樣反覆啊。嗯嗯，係瞄住咁樣落啊。嗯，係啊，小珍抽唔到6699，好傷心。我冇抽到啊，直頭，因為我唔覺得我有抽獎命咯。阿正南抽唔到，好伤心啦！我佢真系纯粹嗌啊嗌啊！佢好伤心，我好伤心，宣泄下感情系啦。唔系啊，咁你寻晚买阿妹买咪得咯？360+，哇！你依家讲紧6699几多钱啊？440，80元喎嗰度。系啊，咪咯？几多啊？8216，廿几30%咯。系咯，都10000多元喎赢。如果你即系如果唔系净止买一手嘅话。系啊，買一手都10000多喎。但暗盤就唔會買一手噶啦，即係暗盤買就唔止一手啦。係啊，係啊，係啊。所以係咯。係啊，佢應該改小珍抽唔到6699，好傷心。暗盤都冇買到，係仲傷心，仲傷心。係啊，灰咗，灰咗。誒唔怕嘅，唔緊要，嚟緊好多新跟其他咯。你睇下只1138，係啊，咁啊又9% 啦，又 day high 啦，又可以跟呢只。係咯，頭先。半個鐘頭前叫你跟嘅喎，係係啊，跟住384伏牌，而家吸納定等下，即係中燃氣啊，爆炸喎，唔知爆乜？爆炸喎，佢基本面改變咗啦，都係成日講呢樣嘢啊，咁啊爆炸喎，都係爆得勁唔勁咧？但係佢仲要唔清楚喎，係啊，你清楚先同我講，如果唔係咧，唔清楚就有風險啦，係啦，你不知道嗰個風險有幾大，咁就唔好沾手住啦，係啦，1591哦，即係信和啊。哇！呢一隻就我唔知道，你哋有冇喺呢度講過？你2.2億嗱，即係純粹講翻，我成日都講啦。如果去到5仙咧，呢啲我覺得防守有防守性嘅，去到呢個位咁啊，之前都講過噶啦。咁啊，睇呢啲位啊，當然 depends on 你入唔入啦。咁自己睇翻啦。咁呢位 OK 嘅，係啦，2.2億啫嘛，市值係確價唔到。哇！啲油啊，再升翻啊！即中海油而家就9.06啊，系啦，咁啊睇下今日企唔企得稳啊！寻日就企唔稳嘅，系啦，咁之前以为佢啊企多两日9元楼上可以突破10元，咁但可能就寻日调整咗少少啦，都几大棍下，北水又再沽翻佢，系咯。咁依家嚟講靠穩咯，咁啊尋晚因為主要都係油價又再升翻啦，夾到去$72啦。咁今日點都跟翻少少嘅，啊，即巨圖係3303，3303，係啦，咁啊今日回啦，今日回啦，而家做緊1.66啊，咁啊跌緊4%，啊27.8億嘅市值，咁啊都係啦，啊行就好靚嘅，5毫子升上嚟，咁啊去到依位嘅話，回一回都好正常嘅，係好合理啊。系啦，系啊，咁讲真的，唔系咁呢一只个势其实 O K 嘅，即系稳步，即系坐得舒服嘅。咁而家高位少少调整啊，都唔算系太严重啦。喂，同埋咁大棍又大成交，睇下啦。系咯，25有人问，咁啊，新世嘅百货中国，咁啊呢只其实我哋 T G Group 咧都讲咗好多次啊 ，Alice 都有介绍一次。咁最主要系咩咧？有品味嘅。鄭志剛係agent 鄭係啦，咁啊而家做咗主席啦，咁咁有品味係咪？嗯，咁啊又咁識炒啊，你嘅意思啊，係嗰幾隻入親都冇即係叻嘅啫，佢真係炒股好叻，嗰時真係你睇下由過二啊升到而家1.8啊，非常靚仔，睇個圖，你咪跟住10天平均10天線上去到依位嘅話我覺得其實做。有一定的直播率的
如果你睇翻只野三百下呢啲咁嘅嘢，係，佢真係無寶不落嘅。咁啊，以啲三百嘅炒股嘅 pattern， 其實會唔會套翻去只八二五度咧？咁我覺得係唞夠之後咧，再爆上去嘅機會非常大。咁就有新氣象嘅，講真，即係佢揸個期掌舵之後，咁啊就嗱講真。其實如果你要計的話，之前2007年那個時候差不多10元掟到落嚟咧過1元，咁然後夾翻上6元，咁啊都唔關佢事啦。嗰陣時候都未正式，嗰陣時係順管啦，因為全想 sell 化啊嘛。係啊，而家其實都有全計緊數嘅，係啦。咁sell 化嘅話，會唔會翻翻去依啲咁嘅位咧？咁啊？就算不是打個 discount 去翻6元啊，你都有講緊兩倍的升幅啦，同埋都係鄭志剛真係做得過，係係啊，同埋我覺得要真係睇下佢哋嗰個業務轉型係點樣咯，即係當然你話又要炒嗰、那個即係我你可能你要執靚咗件事，一定要炒資產，即係好似啱啱啱啱我哋未講就410嘅，係蘇豪上一節係咁啊，喂。點解唔私有化？嗯，即係500億嘅嘢，我而家200億，咁我私有化一搞掂，我已經代翻300億個，即係數資產，數數啫。咁你825嘅話，點解唔一樣？一樣照係好似只410咁樣。係啊，咁410唔係當然啦，410我哋都有喺個 TG Group 嗰度講過啦。係。咁都係玩依咁嘅嘢。咁825其實跟就係跟翻個。佢自己 NAV discount 長期壓得太耐嘅，咁你彈翻起，彈翻起其實品味大師就係一個主要因素啦。咁啊，喂，講緊佢嘅 cap 都係講30億啫嘛，30億真係，佢而家講緊個 NAV 2.5到啦，係啦，咁點都追翻咁上下係嘛？唔係當然佢條數就爭啲嘅，我覺得佢要執一執條數嘅嚇，因為佢講緊舊年我先啊個係虧係盈轉虧嘅，係啦條數，咁可能佢要再執一執，或者係成個業務上面個百貨業務點樣轉型，因為講緊你依家係好多時都係淘寶啊、淘嘢咁樣噶嘛，同埋你真係疫情係之前係影響咗呢一啲嘅百貨業噶嘛，係啦咁樣，咁即係17要唔要係即係搞靚佢啦，定還是係好啦唔搞啦唔賣啦？拍了自己拍咗去啦，系啦，咁樣即係點樣整好啲咧？咁咯。咁其實都 reasonable 嘅。上年冇咩邊間百貨業係唔即係輸錢嘅。咁而家疫情已經即係有疫苗啊，其他嘢其實係有利於825嘅。都係嗰句新世界旗下30億嘅，真係冇乜邊只。係啊，即係呢個 cap 係真係好細嘅。所以鄭志剛。配合間公司的時候，其實你看到普遍市場的反應都是期望它嚟緊會有一個大的轉變。其實 cap 使唔使係一 part， 反而轉變是如何轉變咧，先重要。喂，你 cap 使冇轉變的話，間公司有咩用啊？係，即係繼續係信管的話，我諗大家的期望都而家好明顯嘅啦。Agent 整係真係要揸期嘅啦，佢揸期同埋佢唔係。即係佢有心做咧，佢真係好出盡力嗰種嚟嘅，即係唔係 hea 做咁樣。我有次見過，因為佢就唔掂喺淺水灣啊，即係西貢附近，佢有個高爾夫清水灣 tennis 嗰、那個training course， 即係喺嗰個教人哋打 golf 同埋打 tennis 嘅。咁有個 speech， 我覺得佢真係少數叻仔嘅，係嘛係嘛，即係從佢嘅談吐裡面嚟講，好，我自己真係覺得好叻。咁825大家睇下，好欣賞佢個企業管治咯。你都見到其實即係成新世界真係改頭換面㗎嘛。係啊，依家係次次講緊鄭志剛啲股票相關，我哋嗰個講10分鐘。係啊係啊係啊，你都見佢涉獵咗好多嘢啦，好多嘢，醫美啦、傳媒啦，咁跟住搞自己幾壇嘢，白足咁多爪。淨係睇佢 K11，即係。大家對比 K11 妙思同舊嗰個咧，你睇到個 difference
係係，雖然佢係抌好多錢嘅，即係前期啊個投資係投資額係大嘅，但係哇，你見疫情之下其實都真係好多人行嘅，同埋你見佢都好有心做 marketing 嘢咧，咁其實即係成單嘢係好有部署嘅咁樣，睇下會唔會啊？白嚴峻香港呢個 case 嘅妙思帶翻去內地啊，係咯，其實真係好唔難做嘅喎，有幾難？係啊 ，copy 我即係佢，其實你而家講緊佢個市值30亿係咪先？佢抌多30亿去再去 re-ram 過曬所有嘢都仲得，即係講真30亿真係手指罅嚟嘅啫喎，你睇佢賣拍澳裝，係咯，嗰度已經唔止啦，依個零頭都搞起你啦，所以。八五淨係睇圖都靚㗎啦，已經咁啊！睇下會唔會好似只醫師健康依類咁嘅股嘅夾齊曬，跟住一步一步懟上去啦。咁我覺得其實真係你見到啊、幾樣嘢，我會咁睇啦。第一，喂升上嚟 turnover 真係唔算多，即係少少錢已經推到上嚟。你就知道其實貨源幾咁齊啦。如果唔係嘅話，喂你求其買幾百萬可以升你6-7%，咁都唔乾。咁啊～所以啱啱所講，喂，既然咁齊啦，真係私有化嘅可能性都唔齊，係啊，咁啊，大家可以參考一下啦。係啊，啊八五我哋都講咗幾次嘅，係哦，係啊，係啊，咁啊，今日都好好啦，今日都即係keep 住喺呢啲咁樣嚇1.7毫几嘅高位，係啊，係啊，其實最緊要係多人入場踢嘅啫，即係不過可能呢一排啲人睇見到個市咁樣咧，覺得。又見到北水走成，全成整體嘅成交都咁樣，咁所以係爭啲。不過其實我覺得有喐動已經係好好咯，係啊，係啊。咁你想象一下，到真係啲錢埋翻位嗰陣時候，即係過曬儲局會議啊，成咁樣啲嘢，即係信息比較明確化嘅話，咁錢流翻入去股市嘅話，呢一啲又真係會好直接受惠到。我覺得其實佢應該改一下名咯，新世界百貨係咪？直頭叫 K。咩啊 ？K 十一咯 ，K 十一系啊，即系好似 K 十一中国50咁啫嘛 ，KK 文化咁改咗京基智慧文化，一样啫嘛。喂，点解啊？个名啊系啊唔可以俾你财富嘅想象，系啊，改样嘢系啦。系你改咗 K 十一嘅话，可能 K 十一中国咁样，成件事可能另外一样嘢。個朵啊，個朵好緊要，係啊，所以咁多公司無形資產嚟噶，無形資產嚟噶，咁佢你先幻想到聯想到佢嘅啊真實嘅價值喺邊度？咁啊，大家留意一下啦，825，係啊，6699上火星啊，係啊，480蚊喎，頭先地下回翻啦，係啦，都係啦。暗盤又買啦，恭喜你！恭喜你！真係新股啊，大家真係要聽下耳台，好犀利，係啊！即係搞乜咧咁？冇啊，因為就係 cap 細，多人追，咁啊，同埋非醒未顧啫，係啊，就係咁。咁啊，點都有錢賺嘅，暗盤買嘅話，咁啊，繼續睇下啦。咁另外有人問啫，今日好似大家主要都係玩呢一隻咁。都係閃到啦，阿媽40几亿 turnover， 真係正。我諗我又唔係做節目嘅啫，因為我應該嚇走咗幾轉。係嘛？即係買下又放下，買下放，賺幾蚊又走，賺幾蚊又走咯，都幾爽皮啊！係啊，正啊！你2000股嘛？啊唔係 ，sorry， 呢個1909，200股啊嘛，係咪？69係咪200股？200股啊，係啊，30000几，200股啊嘛。哇！但係而家6-7万左右咯，6699。我10蚊咁樣，我几千蚊，誒呢下買嗰下走，呢下買嗰下走，係啊，都過癮啦。過癮。佢都幾多位喎？佢因為佢慢慢上噶嘛，你睇佢知。係慢慢吸乾淚咯，係咪？條街自己買乾淚。係咯。係。嗱，頭先430几蚊，有絕對有時間俾你買啊。係。係啊。有錢袋啊！咁啊，1909咁啊。佢就問2.75入咗，咁啊而家做緊2.77啦。咁其實啊，琴日都有 cover 到啦，佢嘅公告講啊 MFT 啊，咁喺泰國嗰度咧啊有相關嘅試點，咁最主要都係啊用佢哋嘅 token， 用佢哋嘅 FT 嘅技術啦，將佢哋嘅積分、佢哋嘅武器或者相關嘅產品咧，可以換翻 cash。咁啊，而家佢哋嘅 program 有成150万人喺泰國嗰度用緊嘅，已經。咁都係啦，睇下啊點樣可以普及化翻啊依個嘅
依、這個 FT 依個技術嘅運用啦。咁啊，嗯，我諗另外一 part 其實之前都有講啊，今個月咧就係、是、review 深港通啊。港通啊，咁啊，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啦。咁如果市值過80亿，咁啊板塊啊 OK， 咁啊 turnover 又正常嘅話咧，啊、我覺得啊應該有一定入到嘅啊深港通嘅可能性嘅。咁、嗯、啊，係啦，都係炒佢呢樣，都會炒呢樣嘢啦。因為啊成隻嘢其實你睇啦，好正常嘅發展去到依位，咁嘅市值啊。你都係繼續 hold 住等呢個深港通、滬港通。嗯，係，如果唔係嘅話，講真，即係都唔會企得咁穩啦。落咗車跟之後上唔翻，而家暫時我見佢好似即係重整緊個平台區啦。係啊，其實喺呢個位置就勾得好實㗎啦。咁啊，都係博月底嘅時候睇下入深港通、滬港通 O 唔 OK 啦。咁、嗯、我覺得有一定勝算嘅。如果入嘅話，佢有咁齊貨，咁啊，懟翻上去。三蚊或者 even 再高啲位，咁啊冇問題嘅。咁啊，你兩個7.5買咧，啊我自己唔覺得就唔需要擔心啦。啊，兩個7.5就有錢賺嘅。嗯 ，OK， 好。咁啊，另外咧就1830咩價？誒，必勝站真係要問下 Leo 啦。係。係啦，一路都有成日都跟進住啲。係啊，1830我都係佢客户嚟嘅，講下笑啫。不是吧你说真的你 facial 啊上去做。我抽脂啦啊肉毒杆菌啦乜都做啊。咁啊讲下事咁但是你睇返嗰个叫咩医美啊。是啊医美。是其实呢排定咗啲啊你呢隻反而冇隻而家三百呢排行得咁咩。当然而家三百大家都知道又系隻脂肪概念啦。是啊是啊被人点石成金咗。是啊咁啊大家反而就1830大家可以喺呢位其实都值得留意嘅。咁啊系咪炒完呢企得稳嘅话应该可以行返高少少。八蚊啫，又未見未炒完嘅、啊，就講緊近期個高位都係9.5。係啊，係啊，個零錢咁，同埋見到今日頭先落過去穿一穿八蚊之後，即刻有盤就入翻啦，咁樣。不過呢啲通常都係成個板塊咧、嗯、動起來，佢就會動嘅。係啊，即係你都好難咁樣散收收咁樣上嘅，因為醫美板塊一衝上去就係、是。整件事一起上咁樣，係咯，咁冇啊！呢排都話係炒體育用品啊，係咪？同埋航運咯，誒呢個航運股終於有少少下向下啦，不過都仲係要差唔多20啊，即係1919。係海控係啦，咁啊頭先都上過20，而家19.5咯，其實都得一下啫喎，講真，即係落去19.3嗰下，嗯，係啊，都係一下啫，好快又再即係夾翻上嚟啊嚇！咁啊，就見到話，即係都係又係啦，運費嗰樣嘢咯。嗯，我今日睇咗篇文章，咁我諗佢所帶出嗰個重點就係有排都減唔到價。嗯，因為嗰個即係運力咧，實在係即係太需求太高啦，係啊，供求失衡。冧檔啊！直頭用冧檔嚟形容，即係佢哋實在太唔夠船啦！啊，我今日頭先睇到有一間佢一下子要買啊邊一隻咧、嗯？啊，都係啲租任嘅公司嚟嘅，一次過買30艘船。嗯、喂，但係諗下啲船嚟到嘅時間係幾耐？你訂船造船，你都一年半載啦，係咪啊？有啲以年計噶啦，咁樣係啊，咁所以即係嗰個嘅。即係航運危機咧，係、有個連鎖嘅反應喺度嚟嘅。咁同埋即係始終同埋，因為廣東咧，佢都係一個好大嘅中轉站啊嘛，航運嘅中轉站啦。咁啊，鹽田港啊、南沙港啊、蛇口港啊嗰啲，咁即係其實都係爆曬嘅。話啲船咧停嘅時間，以前可能一日兩日，而家要停成係5-6日咁樣，因為佢先至埋到去卸貨或者係接貨。係啊，咁樣即係成個航線咧，歐亞航線咧由70日延長到80-90日咁樣。咁所以其實係即係預佢係有即係都係會持續係有得上嘅。不過問題係你諗下，即係當你啲嘢真係喐唔到，你係咁加價，你喐唔到都係就係喐唔到咯咁樣。咁變咗大家都要即係可能要小心，去到第三季嗰陣時候，嗰、那個
即係航運係個需求係喺度，但係你又滿足唔到嘅需求，咁你有個斷裂喺度嘅話咧，可能會形成另一波嘅問題。咁所以咧，就航運股係會繼續可以即係喺第二，而家講緊都仲係第二季啦嚇，咁啊即將落到去第三季嘅時候，你知股市行先，即係會唔會可能高位有機會調一調咧？即係我而家唔係吹淡風啊，即係我唔係話航運股唔得，不過咧就係即係你而家佢哋炒佢都係因為炒運費上啫嘛。咁如果啲船又即係個需求根本就係滿足唔到嘅時候，中間又斷裂嘅話，喂，你係加幾多架都冇用啦，插針都插唔入喎，咁樣你啲嘢運唔到出去嘅時候，會唔會係另一波嘅問題啦？咁即係大家要有啲風險管理做定先咯。呢個係疫情中期嗰陣時候出現嘅一次問題，就係運費升咗，咁啊單就落多咗，咁啊越嚟越多呢、這個咁嘅循環，越嚟越多單，係啦，但係啲單做唔切，做唔切，再落多啲單，再做唔切，咁啊個貨櫃去咗，又冇嘢翻翻嚟中國，係冇吉櫃，咁啊死啦，就擺咗喺度啦。咁而家就係呢個情況，即係唔止係要嗌多啲船啊，要做多啲貨櫃添。咁其實不斷咁樣做緊出嚟啦，咁啊，但係點追咧？大家就真係要睇下。咁啊，有人問1909，咁啊2.75入啊，啱啱答咗你啊。咁佢又再問，咦？如果升上3蚊啊，跟住睇幾多？第一，如果你升上3蚊之後咧，你考慮追唔追貨啦？咁啊，通常都係追，因為翻去一個比較重要嘅位啦。過咗3蚊之後嘅話就睇3.5或 even 更高啦。咁啊，有啲似之前2月啊，過年前嗰位啊。咁啊，一過咗而家合股之後嗰價啦，講緊1.18一上咧之後就行啦，只嘢。咁你睇下因為你最主要係咩咧？都係炒嗰個深港通、滬港通嘅 review。如果入到咧，好可能會複製一個高少少嘅大少少升幅，嗰陣時候可能要追貨添。咁啊，自己睇翻啦。咁啊，我哋睇多2-3隻股票啦。係啊，我都想睇下啲移動股份，即係新秀麗啊。係。係啊，咁咧就見到咧，即係嚇有成啲有啲交叉盤好大嘅盤落咗嚟嘅，咁啊就暫時嚟講做緊幾多17.46，咁啊升緊0.3% 左右嘅。係，咁啊就嗱呢啲都係我中意嘅股份嚟嘅，係啦，咁啊其實好耐之前啊8-9都有同大家叫大家留意我噶啦，係啦，咁但係雖然佢8-9嗰時都回旋咗一段時間嘅，又落翻去7蚊又剩咁，咁但係見到都係繼續啦，係即係由第一季到依家炒復甦嘅概念依然持續啦，咁啊見到近期即係我覺得佢仍然係未穿，即係嗱條十天線仍然係守穩住啦，係啦。咁逆市下，咁佢都仲係仍然係向好嘅時候，我覺得繼續可以諗嘅，係啦。呢一啲即係新秀麗，咁啊呢只移動少少啦。另外就仲有隻唔知係咪因為隻384唔掂啊，即係1193潤燃啊，華潤燃氣啊破頂喎，即係執死雞咁樣啦，係啦。咗51蚊，系啦，升咗4% 啊，系啦，應該係有啲錢轉碼，係啊，轉咗過去啊，咁同埋咧就，我想話唔知係咪好乾咧，佢其實今日個成交唔係特別犀利嘅啫喎，係啊，係乾嘅通常，係啊，咁、啊、因為裏邊嘅又裝得幾舒服咁樣，管架構都係買咗唔。即係政府嘢，哇！原來佢好鬼靚嘅，我真係好耐冇睇過呢只喎。係，其實依排咧多咗人問啲燃氣嘢，燃氣嘢係啊，之前都講過好慢嘅係，咁啊，但係咧慢慢有得升。係啊，咁啊又幾好喎，啲息咧。哦，息就唔特別多，厘睇死啦，厘幾咯，20倍市盈率，厘幾兩厘咯，多就唔係特別多。喂，但係都要揸坐得幾舒服喎呢啲。係，咁啊公用呢啲同呢個十天線有的咁多距離，又唔係太大距離。如果唔係真係好遠噶嘛，即係你定唔到個止蝕位啊嘛。佢真係跟住上咯。佢就貼住條十天線咁樣上，又揸得幾舒服咯。係啊，可以即係可以留意下咯，留意下。係啊，咁啊，仲有微盟啊，小心啦，最差波子嘅成分股啊嚇，2013係啦，咁啊就跌咗成6% 啊，係啊，都預咗㗎啦，之前都講
起唔到身嘅，起唔到身嘅，系啊，起到身你一早行咗啲先，就起咗身，即系好似1368咁样，你就起咗身啦吓。哇，但系缩咗好多，头先见到上咗去11.66破顶嘅、又回啦，破完咧之后又回啦，嗱，自己睇啦，下冇货嘅话，睇下会唔会又系当系特价时段啦。其实都系。即係咁樣食會係正常嘅，即係琴日食會都係正常。琴日食會都正常啊。係，今日食會都係正常嘅，即係你冇理由即係回，都係嗰句啦，係好消息高拎，但係都係 CB 啫。係啊，真係幾億啫，行錢嘅。係啊，你咁億攞嚟搞咩咧？咁啊唔知啦。如果佢話喂高拎成只買起咁樣啊，再勾啲嘢出嚟賺，咁另外一樣嘢，但係依個玩法只有嘅估量未必係咁啊。賭下啦，咁如果賭嘅話，賭私有化幣五值賭好多，都係啦。依排我覺得幣五真係幾吸引。OK， 好啊。咁啊，今日好似睇即係300、100、825呢啲嚇，都係大即係我哋啲 pick 到啲靚股出嚟俾大家。好啦，咁我哋今日節目時間都差唔多啦，差唔多係咪啊？咁我哋休息一下，咁啊轉頭翻嚟咧又啊靜靜啊嚇，繼續同我哋跟進嘅市況嘅。咁啊，聽日同樣時間繼續開始睇真啲啦。拜拜。Bye bye.